炒这个白辣椒来吃。我昨天吃煮的那个剩饭没吃完，连炒的那个辣椒配到一起吃，很好吃的。这个肯定好好吃哦，这么大一个。匕首啊！油可以多放一点，给它慢慢煎。现在把辣椒放进去，快炒熟了。盐多放点，它太辣了。好，把大蒜放进去炒一下。出锅了。